好，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了所有 cosplay 要用的材料。我觉得我今天蛮帅的，其实。李俊，你要扮什么？我吗？我不是你们这一团，我只是一个美术组的人而已。快点！你看我都是道具。你要扮什么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新房叫做府中院？奇怪，取了一个房子的名字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府中院的那个卖楼的看板，府中院。到底是你自己取的名字吗？我自己取的、啊，蛮好。就是在府城中的花园，很棒。小板，丫丫因为房，很佳。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笑我都很坏，不用说也知道我在这个嘞，哇，我觉得裤子很用心，没有电，电的你不要这样演好不好？难过，你演你是什么角色？我是那个举牌员啊，对，我为了查演那个举牌员，我去调查了一下，是他们真的是很辛苦，是他们一天只赚800，哎，而且有时候如果他们这个牌子弄丢，要赔3000。哦，好难过。其实真的是他们真的很辛苦。对啊，另外一面有写什么？你看，水岸第一排嘛，另外一面来，对，看一下我们的府中。6到4房自备888，好，进公厕、地痞跟野狗，谁要住？我。射手捐发票，就最近红什么？加油啊！刚下，你不要捐啦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你花多少钱，我跟你买花啦。你自己留着吧。你买花。啊，你嘞？我是这个卖这个雨伞的老板。对。下雨天啊，刚刚这个跟你讲，你有没有 SOP 念一下？晴天打9折啊，雨天不打折。好，来看看啊，选看挑看啊，来看我们现在这雨伞啊。你就穿这样，你的角色是什么？我里面还有只有小，现在不要脱，不好意思啦。我觉得我超屌了。我先不要，那我帮你。好帅哦，你可以加干爹。一定按钮，一定按钮啊！拜托起来了。那么问一下许玉，今天许玉姐姐今天办的是什么？你要猜猜看吗？追星迷妹，类似。我是女高中生，什么迷妹？女高中生，就是一个女高中生。那很性感的才是追星的女高中生。哦，受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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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diss 到很多人。对啊，diss很凶。那这位是俊本吗？那我们的俊本今天办的是什么？没有，本本啦，本本。在东京迪士尼的女高中生。哦，就是从这边认出来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巴斯。爆米花桶，巴斯的爆米花桶，爆米花桶哎、欸，有还有史黛拉家族的吗？对对，这我讲得出。啊哈，阿姨吃东西啊，吃东西。我没晒薄叶黑啊啦，我和你倒沙缸，好难过。大哥今天办的是，我们办的是高去健身玩的普通高二生一样。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尊重一下。直接，我们在那个聊天。哈，加博哈，不要笑点。哈，滚！哇，好凶啊！他今天扮流氓哎。所以你们今天扮的现在是不是？兄弟，对。就这样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换一边好。我觉得那边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点阅。啊，这边这个部分，我真的是。我们今天扮的是情侣。对，有另外的情侣。你也可以离开了。我觉得比刚刚那个，我有个朋友他扮凶，没有，不知道他干嘛。我刚才不想理解，就是想要当流氓，但确实是个超级。我好像想给你买玉兰花，卖完了，售空。好，那有除了成分之外，其实他们还会告诉你说好。鱼干你好，我们是最近红什么？可以问一下你扮的是什么？你先去，来，鱼竿。
请我们的创作者是是是，他今天办的是我们的 VSC 讲座员工引导我们林森北路的少爷即将开始。刚下飞机的三，我讲不出口，对不起，三下智久，对不对？我讲不出口，对不起，太可怕。得奖的是。在里面，你要打开。得奖的是，哎呀，最近红什么？我欢迎最近红什么上台。我觉得就四个字啦，实至名归啊！这他们实在太严重了。你们看一下他们在干嘛？我脖子已经破皮了，后面是钩子啊，太低。我欢迎我们的最近红什么？得到什么奖？鬼脑袋创意。是名归吗？而且尤其是上面那个大胖猪啊，根本就是我们啊，我们正适合做这些工作。你少用那个拖度，也那个很贵的。好啦，我没有猪啊，猪。那个访问你一下，因为你知道。那短了，我们是高中同学，我们三个，然后你们应该是大学同学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以这么说。还是下了三四级，大家加油好不好？太多机器了。有机会我们会想要找你们一起合作看看。可以。有录影存证了是不是？可以。邱议员，哎，今天扮的角色是从正面看不出来呢。对，好，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就是，一个上完厕所，对，然后呢，裙子被内裤吃掉的女孩子，很常见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也是阿尚是吧？哎，其实我只是没有吃到而已。啊，好 ，OK， 同一个系列的啊。OK， 拜拜。合照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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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嘛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最佳猪肉哦。啊，那之后呢，我们今天也只是参加一个活动啦。虽然说我现在以这个大妈的姿态讲话，我非常不自在啊。很美，好恶心，很美，好恶心。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白玉兰花在角色里面，变成这样的一个角色。白玉兰花加100哦，天啊！啊啊啊！好了，那就是帮我拿下，帮我拿下。好，哎哎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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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好，那就是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会继续产出影片啊，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最近红什么？拜拜。猪头。由于我们刚刚把奖杯弄坏了，弄坏几次？两次，所以现在工作人员们正在帮我们抢救我们奖杯。没办法转。不知道怎么办，没用，我会被制作部经理骂的，压力很大。你的思想是可以，我说，对不起，恶龙交枪都出来了，上一次拿已经是高中，谁用坏啦？影片结束啦，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加分享，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来继续观看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可以到影片下方和我们留言做互动，有什么题材都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烂了。